那个叫谢娜的边后卫伤，不让我首发，让我去踢右边后卫呗，我也能踢啊。右屏打算应该先我应该先去英超吧，去完英超看看西甲哪个队伍想买我。哎呀，速度真慢呢！本来以为能趟过去，我靠，以为自己是格里兹曼。进吧，yes，漂亮，凌空抽射，不给加一点什么吗？我靠，还不算凌空抽射，球到地下了。哇，你要不进你就去死，yes，来抱一个。这球要是有10分功劳的话，9分都是我的，我自己抢断，然后我再助攻，你就射脚门。我现在都什么呢？控球还得接着练，传球还可以，创造射门太恶心，防守也恶心。我还等着被卖了，说可以主动要求被租借或者被卖，我还等着有人买我，显得我这个段位高一点。给你个转会提案，有了。我们已经收到并接受，托连奴是他妈的哪儿啊？所以我喜欢英文吧。托连奴是都灵啊，我去意甲混啊，也行啊。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此出价，而且希望你能为本球会带来成功佳绩。哎，贝尔在热刺的时候，现在热刺上场这些人是不是都还在青训队，就还在二队呢？像什么罗斯啊、沃克呀、啊。什么阿里呀、啊，凯恩都没跟贝尔一块踢过球吧？哎呦，哈特这个定时炸弹，接受，加入了托连奴，最新有潜力的球员。随着大家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大家想知道这位18岁的，慢点，我都没看完呢。欢迎我一下，希望你尽快安顿好，并享受这里的时光，有个屋子，有个床就行了。我还不会说意大利语呢。这头发我留长了，差不多就这样，这样这样显得厉害一些，也更像意大利球员，这样大家会对我这个友善一些。长界外球这没什么用啊，擅长斜角横传球员这可以开，这什么技巧运球？为什么不用？这英文原来是什么呀？Flare shot 还是什么的？什么 technical 的 dribbling？23号致敬比达尔，大哥，23号致敬乔丹，好啊！啊，我踢的是，这是什么阵型？5-3-2，我怎么来那么倒霉队？前锋切乔叫因叫什么来着？因布没来，因什么没来来着？后防线还不错，我去这边。刚才那脚球算关键球是吗？不就做了一个短传吗？晕死！哎，呜呼，短抢断！靠！这下来，哎，得被队友卷死！我去！不是我的失误造成一个进球啊！吓死我了！Yes，我的助攻，裁判，我靠，这竟然被铲掉了，我还被绊了一下，晕死！抢啊，干什么让我回去？得抢下来吧，这球都已经压到这个份上了。倒霉教练，好抢断！跑起来吧，大哥！我相信你跑得会很快的。我去，又被铲了。桑普多利亚这队徽，这是一个老头戴个帽子，然后抽烟斗吗？我这球还得做我传，你直接传多好？
Anyway， 又是我的助攻，耶！Yes， 哇哦！我竟然不是我们阵容中体能最差！我次，我去，哇，这要进了就厉害，还挺香。我感觉这个队进攻起来传球可比那个，可比之前奥兰多顺畅多了，还是因为奥兰多我踢前腰的关系。这么多小红线都让我防，我一人防过来，我为什么三个中场都给我出小红圈？我换成皮尔洛来投行啊，皮尔洛，厚重波浪，哇！你看头还在那摆呢，我靠，没让登场，哟，赢了，好吧。今天对帕特莫，靠，其实长什么样没太大关键，弄个长头发，留个大胡子，谁也认不出来你是谁。我们抢他们吗？倒没说。来看，抢的还是有好处的，开大脚。哇、哦！前方被撞倒了，不射门干什么？哎，刚才翻译怎么翻译来？看了半天，我没看出来说的是谁。啊！我靠，这么会儿射三角门！哎，靠！早传我一下不行。接到球之后，周围都是人。好球啊！你就不能带一步，调整好了再射吗？你有病吗？你要死吗？哇！这助攻要是进了就帅。你去死！你去死！那大单刀我还不骂他啊！我靠！我真的要。就现实中踢比赛的话，就是如果真实的话，我估计心里也得骂他一句吧。虽然表面肯定什么都不会说，没来鼓励他，下次你要把握住机会。哇，打地柱啊，吓死我！领队教练嘛，就是他的技巧十分突出，我只能做三颗星的 skill moves， 我是让他可以做出很高水准的表现。四场比赛综合分 6.2。他完全做到了我的要求，好吧，对我要求太低了，这一点我必须为他掌声喝彩，给你自己喝彩了，呵呵，要求这么低。托连奴部分队友也对他在过去的比赛中令人深刻的印象表示赞赏。部分队友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部分队友？我为什么还没受到英格兰的征召？可能数值还不够吧，有观众留言说得80以后才能有可能被招入国家队。等会儿我们，等会儿我们，你自己干什么去？这也不进吗？进了 ，yes。这也被文将扑到，多少风骚的跑位啊！其实还可以传的。哎，好，打下去了。哇靠，这也不进是吧？哇，哦，我分的真好。这次呢，哇，又没进。Come on， 我射门有那么烂吗？为什么让我回去？为什么让我回去？他前方自己一个人能搞定吗？早知道我回去了，哎，快累死了。我是第二回来的，不过体能好像比原来好一点，现在还能跑，至少之前这时候已经红了。哈加尔萌生去意，你要去哪儿？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你会做 spin 吗？能转进来吗？
这什么玩意儿？哇，倒钩！我们不跑右边了啊？到底在哪边？我这次变右边了。AC 米兰、巴卡，左面那个不会读，轰大，博阿滕，那个博阿滕招回来了，库卡，米兰好烂，好烂，就队服还不错。射了，漂亮 ，yes。放出队友，浪费了我的体能。哦，好球啊！独中两元了，已经。怎么看着就我最老？抢断，哎，护球，给我！靠，被抢断。嗯，好球啊！不知道你能干什么。呜、哦，进了！哇，有什么特别牛叉的技能？视野79，有个实用啊！出现，消失，我是魔术师。出现，消失，出现，消失。玩坏了吧自己？